Joyce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介绍的是小户型的40尺面宽的，起降价在35万左右。这个房子位于 Richmond 的一个大型规划社区，离中国城和亚洲城和唐城都是20分钟左右，位置是非常便利。今天看这个户型是四房两卫，1740平方英尺，标准的起降价格是358990。这个系列有别的户型可供选择，最小的面积是1525平方英尺起，最低的价格是32万起。如果选择这些户型进行个性化定制的话，是标准的起降价格加上地块的费用和升级的费用。升级费用因人而异，普遍客户在10%左右。这是个高品质的建商，从用料、做工到设计的话都很出色。小区的税率是 3.23， 物业管理费是750一年，学校是7分7分的。良好的品质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秀的学区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选购。这个系列目前有一些即将交房的在建期房可供选择，另外也有可用的地块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添加我的微信了解更多详情哦。接下来请慢慢欣赏吧，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。